来，这样哈，接下来你们三个人好好把这事儿谈清楚，一个一个来，行不行？你愿意，你先挑，你愿意站哪？站好啊！接下来是刘明玉、刘畅、朱天诺的告白时间。明人，不管我一会儿说什么，我都希望你能够先听我说完，希望你能够先相信我。你俩先说吧，我现在太乱了。刘畅，其实我跟你在一起，当时我根本就不爱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。不可能，你不爱我，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你知道那个时候，你也知道我妈妈病有多严重，你知道那个时候。他一个月做三次手术，你知道他第三次手术跟我说什么吗？他就希望我能够和你结婚，所以说他才把你介绍给我。我想，无论是你还是任何人，我都觉得你应该会答应我妈。这不是重点吧？是那个女人吧？你为什么不说那个女人的事儿？电话我都听见了。刘畅，其实根本没有那个电话。我知道那天，我知道你在卧室，我故意打这个电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听见，希望你能够主动离开我。